那地皮那大板，哦，我那是照讲恁的图出来，哦，甲恁要征收的所在啊，那讲一家地600万哦，看到位啊有啦，你甲无来，我要买，哦，唔免做恁政府买。哦，下做咱遮一个故乡的一个头人，讲一句话，敢有介意人听？对无？啊？安尼就好啦。不是啦，伊是比如啦，是比喻，比喻的。一家赚600万。无啦，较早我来讲，因为土地计价我都唔慢啦，我是爱批者安尼讲尔啦。哦，来，因为政府，政府唔是要来买这个地啦，哦，政府是要开发，来。我队长跟陈香水的副处长吼，跟各位乡亲大家好吼，安尼啦，因为小弟是里长吼，咱好人里长，啊，当然咱真感谢讲政府为着要欢迎咱地方，哦，啊，要甲咱这多年来景观保护区、农业区，啊，甲一般保护区要来甲咱这边啦，讲起来是好事啦，但是啊。咱即个即个所有的即个里面啊，包括可能别里的里面嘛，同款即个共同的疑问，即个共同的疑问，我用一个较简单的数字讲，大家听较有啦。可比讲，咱的地100坪，咱100坪，咱是农地哦，这是讲农地。咱即个予政府征收去，你政府花40坪，这40坪意思我就是讲，一定我若伫田寮，我就是要分咧田寮；我若伫福隆，我就要分咧福隆吼。这意思就是这样。啊，拄啊，阮真感谢咱吴代表啦，你大家莫误会，你吴代表的意思。咱吴代表的意思，伊也是讲要替大家争取讲，这40坪还伤少，应该是建议政府讲，咱100坪，拄啊讲100坪为例，咱会当看会当政府放宽到50坪给咱地主。啊，拄啊讲200万，这是一个比例，大家莫想啊济啦吼。啊，这个大家拢一个疑虑吼，那个长官你们你拄啊有讲哦。像拄啊，咱你我相信讲，你若讲100坪的农地，我话40坪也好，50坪也好，我相信会真侪人会同意啦，应该啦吼。这当然，这我未是代表我家己个人的意思，我听起。但是咱较早敢若是讲啊，地价低，大家疑问就是讲，你若讲交钱倒转去哦，毋是讲像你拄啊黄队长，你拄啊毋知讲有清楚。到时讲啊，我100坪，我领40坪也好，领50坪也好，免交钱，敢若毋是安尼？我听真侪这地主拢讲，咱拢爱搁交地价低的钱倒转去。啊，你若讲会当讲咱100坪，讲交，咱会当领40坪啊，领50坪啊，争取到50坪是上好啦，领到一半。因为大家嘛知影，100坪的土地，政府啊，搁创一寡公共设施，创一寡水沟，创一寡电缆线，创一寡道路用地，等等。哦，政府嘛爱开真侪钱，咱嘛是要替政府想，想想我们自己，要想想政府啦。我就是这上个疑问，就是讲100坪，正经领40坪也好，50坪也好，重点就是伫这位啊。应该咱所有的乡亲，包括你若去咱孔庙也好，去这个奥地也好，哦，因为咱大家拢像你拄仔来讲，大家拢唔是讲要盖屋啦，啊有啥物地价低咯啥，有啥啥，你有啥物区段征收？你若讲像我拄仔讲，你若有100坪，领40坪、50坪，为何大家唔？可比讲，咱若讲一坪的农地，咱一坪讲以1万来讲，哦，啊，咱若领你，咱若分你100坪，领你50坪，咱，你若100坪1万来讲，咱是毋是才100万啊？尔，好，啊，咱上少领比你5万咯，500万口啊，100万口，当然是500万口，哦，咱应该这个建地吼，建地若挖起来吼，应该是唔超5万啦，应该5万的少些人买，哦，咱因为咱大家知影，所以讲应该政府。咱这区段征收吼，甲这个地价低吼，大家拢听无啥有，是毋是这点吼？咱请那个，你一定要敢相信，甲这乡亲，咱这个乡亲来住这个古社，来住这河尾，来住这个龙门，啊福林，啊福林嘛多数，哦，上大的疑问应该是伫遮地价低这个问题，拜托你讲我清楚啦，哦，啊只要讲合情合理，阮相信讲咱乡亲哦。咱感谢下来不及嘛，对咱这么好的物啊，咱感谢下来不及嘛，咱哪会讲违反政府？咱绝对无利益。所以讲，你这行一定袂使敢欺骗。啊，老老实实敢讲，尤其哦，咱大家，咱公所嘛，真顾咱的乡亲啦。公所分哦，这张单给咱，就是希望就是讲政府，你这个不清不楚，什么地价低哦啥哦，哦啊，这咱这百姓听无。
所以讲，咱这个区公所嘛，才建议讲，你一定要尊重阮这地主的意见。可比讲，我的地就伫我啦，你好用，我住了，即祖先大家住了，遐尼惯习啊。哦，你这地甲分去放啊溪，啊是甲分去一堆啊，啊是甲分包。哦，卖讲遐较价值，较无价值，人就卖啦。哦，人祖先老伙因希望讲，这土地，因到伊啊祖先老伙伊就要分倒对你遐，应该是安尼是对咱大家在。即乡亲会较接受啦。哦，啊，因为大家咱知影吼，咱来呼吁咱即乡亲，咱管理处吼三年、五年一摆通盘计划，哦啊，大家拢知影嘛。哦，你嘛有写，讲是希望讲遮甲改变做主题区，遐甲取消做景观保护区，吼，大家拢希望讲咱的土地升值嘛。吼，啊，但是这是较不容易啦。哦，你遐啊要改变，你也要改变，可能政府也有困难。所以咱希望讲，咱这个至这个40%、50%，咱大家来去争取。哦啊，希望讲像你拄仔讲个清楚，100坪是另外40坪，我拢免阁交钱，啊是换50坪来当争取个50坪，哎，拜托尽量争取，回馈予咱这乡亲，因为这乡亲吼，会受到这东北角这案件吼，啊，大家艰苦一久啊，啊，希望讲这个政府吼。会当在即个即个市民改善即个市民哦，啊，造福咱地方哦。伊拄仔我是用100坪，大家听较有啦。啊，咱只做有实际啦，照顾咱的乡亲，啊，解决即个景观保护区、一般保护区、甲景观保护区即个疑问安尼。哦，即可能是我家己个人的意见。啊，我若讲无对意见，咱请咱乡亲大家搁提出来来请教。相信咱已经啊，因为我哩讲拄拄甲咱乡亲报告。我你讲，即个林长吼，迄个李长拢去自由活动，嘛甲因即个参详讲，看会当过来举办一遍无？因为你若无举办一遍，像安尼，大家即个面头前啊清清楚楚讲话，大家了解，大家拢看这吼，也是听着讲地下地气氛真做拢忘去啊！哦，希望讲用白话讲个清清楚楚、简单扼要安尼吼，来叫小弟即个伊反应安尼，是毋是讲拜托讲个清楚安尼？是毋是讲进100坪、40坪，安尼予咱啊，咱争取到50坪是更加好嘛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咱农业区变成一个上关，我看相信会袂啦，变交钱买来个唔好，即拜托讲个清楚吼，谢谢。因为看到只内政部地政署针对即、這个我李长所提的问题，吼、哦，对回答之前，我简单讲一下。昨伫即个区公所迄边面遐的活动中心伫遐开会时，我有讲一个理念。基本上，土地是咱的母亲，母亲含咱家己是拢袂当去分离的。所以政府若开始讲无做这工课的时阵，你嘛是冤冤冤冤，包括你的家己孙，拢会当遮咧做即个做事做产。哦，啊，你若讲现住是有厝地，你著伫遐起，伫遐住。但是因为即个景观是来讲诶，对于咱国内国外游客来到遮，看起来也是真歹。啊，拄啊政府有即个心意，讲啊要来改善即道遮诶环境。哦，啊有部分诶即个农业区，因为长期以来嘛，乡亲一直希望讲会当去来改变，讲哦做主题区，所以政府甲提出即个计划。啊，较拄啊，你有咧讲土地。唔是，你办理即个困难钱过程中都唔免交钱，即爱交钱的现象是伫对，是叫做差额地价。差额地价就是讲你的土地因为某种因素，所以你需要就地保留的时阵，吼、哦、就地保留，吼、哦、你遐有厝，啊你的厝边啊，吼一定要就地保留。啊，因为你已经为做厝地区啊，但是人其他人参加困难钱收的遐地主呢，吼、哦。因是要捐出来公共设施，啊，政府要做公共设施，相对的，这个土地的地价会增值啊，哦，啊，尾啊要分转合理的主题区，是按照开发的成本来算你的价值，啊，所以有部分的人，当然啦，你若讲要要求你捐位置分配的时阵，哦，你有厝地，你有捐位置，有厝啦，我讲意思讲有厝的人，你爱交差额底价，那你顶完拢总无厝的人，惊土惊残尔。即个说，阮所办的经验，甲我所知影，并无讲爱阁交钱的代志啊。吼、哦，来，所以即个有关地政单位的即个区大前，就甲相关的问题，是毋咱请地政署来咱说明一下，好不好？
各位乡亲，今日大家来这拢是关心家己的土地，要规划做啥物款物件，啊，关心大家土地将来要分配，你到底当分配偌济？伫拄仔我听大家咧讲的时阵，我其实感觉讲我们的无知。